真哦，我们要不要写长一点点？然后一开始这两笔比较重，再来这里横画短一点。直画要装饰，间隔要注意，里面的短横画小小一点哈。然后这个拉长，间隔要一致，然后这高一点，啊，所以这样整个字呢就会比较修长的感觉。